讲话，讲好理由了吗？讲好理由了吗？就不担心了吗？然后这时候人出来了，小云出，哎，安妮，我们回来了。你看我是笨蛋吗？教官说。那有人跟我说你跟轩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选择相信。当我的家人对你有疑虑的时候，还是全然的相信。我为了你还指责小童，对我妈再三保证你对我有多好。结果你根本完完全全就已经背叛我了。我就说嘛，发简讯约我们出去的就是小鱼，何必粉饰太平？谁准你讲话了？我好心收留你，你勾引我老公。我跟关生，这时候就打了。我就啪。欸、其实那个养起来要打他的那个，其实还蛮重要的。就是你的位置在这个家庭的，还有就是你那个不舍。我还对我妈再三保证你是对我最好的人，结果你已经完完全全的背叛我。你，我拿着大声公跟全世界说，我老公是最爱我的人，结果你已经完完全全背叛我，你怎么可以？不行，怎么样都觉得怪怪的。可以，你怎么可以？这时候起那个份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是啊，怎么可以？那个节奏是断的。好，顺这样顺、啊、这个推着的情绪就要顺着上面，要上来。其实你等于在一开始就是你到这个时候还在骗的时候，你一开始你当我是笨蛋吗？你当我是白痴吗？什么什么什么？你就已经是上去了。你那个全部的人都说你跟轩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选择相信你。然后现在讲这边有例子，然后你全在相信你这样，你这样背叛我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背叛我？我觉得这句话写的还不错，就是。那些早就让他刻已经刻在我骨子里面。对对对，我觉得那一句还是有用。的确不用特别去在意，因为那些事情早就已经都刻进我的骨子里面去了。我这辈子想忘都忘不掉。像现在的你，失去一切之后，你会有多痛苦？所以你也应该要好好的体会一下被人伤害、被人踩在脚底是什么样的滋味。你已经转身要走了，嗯哼，不要再讲了哈，我真的可以，转身走，不用再转身走，你不要走。不，在这里，变成是你要拦的，你要拦着啦。怎么硬？你要拦的哦。好，还要拦。拦的。哦，好，先走一下，这样子。来，我去。一零。哎，有一句，还有一句哦，还有一句，就是变成，就变成。太多版本。嗯。记得。我从来没爱过。哦，再说一次，是不是？啊 ，OK， 好。中间有需要补到的都有，那就看他们会怎么讲，但状态其实是 OK。我还为这样去骂朱小云，我跟我妈想说你是爱我一辈子的人，结果你呢？你早就已经背叛我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到底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要跟你离婚。离婚？离婚？你在讲什么啊，黄文成？我要跟你，你偷吃你还甩太啊？要离也是我跟你离。离婚？你不要走，老公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知道你在外面工作很，我知道你在外面。没有，你要拦住啊！你要从那后面啊！他想先从前面的。我觉得很难打，好，那你来弄。你不要走。那我就往前走多一点嘛。没事，就这样。你不要走，老公，我等一下。切过去，把门挡住。那你尖叫可以了，你尖叫可以，你尖叫可以。对啊，我会很崩溃之类的吧。我无法想象。好好好，先问一下，大家根据情势啊。来，先问一下。然后在门口碰到什么时候啊，赵冠生？有人跟我说你跟林轩恩交往的时候，我相信你；我家人怀疑你的时候，我相信你；我还为了你去骂朱晓彤，我还跟我妈讲说你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爱的人。结果你们两个人早就已经背叛我了，你到底凭什么这样对我？你我就说嘛，传简讯给我们的就是小鱼，谁不讲话了？我收留你，你勾引我老公，你这巴掌记下，滚！你为什么要践踏我对你的信任？我这么相信你，赵冠山！很不甘心哈，想知道为什么吗？
因为我要跟你离婚。什么？我要跟你离婚，听清楚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一做错事你就跟我道歉，你一做错事你就说老婆对不起，你变了。我没有变，你看清楚，想想看，你还记得十七年前你跟伟霆，你们是怎么样羞辱我、嘲笑我、怎么样践踏我的吗？我又是花了多少时间？我花了2000多个日子。我在你身边，我取悦你，我服侍你，我照顾你，我甚至是讨好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。我从来没有把我自己当作是一个人，我是像个畜生一样在你们家。你爸连我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得出来吗？好了，老公，不要讲了。好，不讲，不讲，就这样，我们离婚。我不要！你在说什么，老公？你不要！从来都没有爱过你。记得哦，我真的从来都没有爱真的，为什么我的婚戒拔不掉？表示不能离婚啊！所以我婚戒、就是、你怎么那么轻易的就拔掉了？表示他想要离婚他。你看我拔不掉哎、欸！他一直都……他卡在这哦！我怎么死？你好辛苦哦！谢谢。你真的好辛苦。谢谢你。你不要再装了。谁在装？我没有在装。我才没有在装笑伟。他刚帮我超多了。没有。他每一次从第一集到现在，每一颗镜头，从我们不认识到现在这一秒，他都在帮我。真的，因为他很喜欢演戏，我可以感受到他很纯粹，他爱演戏，所以你只要对他什么，他不管私底下或者是在上班，什么都能接。他心中好像没有框框，我觉得我也要学你这个境界。我其实自己有一个框框，我希望这个框框可以再变得更大更多一点。你有框框啊？我有框框啊。我都看不出来。他还有在你的框框里。我啊？他有在你的框框。哦，你是说这种框框有啊？我们现在同框啊，我们在框框里。你可以诚恳一点吗？就是我觉得那个其实心情上面还是很难受啊，因为祝哥就想说，我一开始就不要把他名字整个讲得很清楚，就是他关山，然后就想说，这个其实我这在心情上面很伤哎、欸。我以前也有过这种，就是曾经有过女朋友，然后他就是跟别人在一起，那结果。他的朋友就跟他说：“对啊，你不需要就跟他在一起啊，他没有车，对不对？另外那个人很好啊，什么都有的。”其实我觉得，关系里面听得到真心话，就是好事。要说真话，要说实话，要沟通了。对，是他关山怎么埋到这么久？因为我都关着啊。对啊，难怪叫关山，人如其名。有啊，就是其实大家都他们会觉得说，如果今天这个人在你心里面，你可以处心积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跟他维持感情，跟他做一些表面，可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投入去做，我今天不是卧底，对，在朱家卧底，到底图个什么啊？到底图什么？所以我们都破产了。对啊，怎么那么难过？有点舍不得，因为你要离开这个山，去到那个海的怀抱里面，舍不得。我没有这个预设立场。没有这个预设立场。但今天早上有一场是大海冲康你，大海冲康我，因为我知道问他嘛，因为他看到了。对对对对，但大海是个好人，大海是个新时代的好人。他看你抱着人家的腰，他就是生气，上奶下腿的，他就是在那边打替你抱不平。谢谢他一直都谢谢大海在他身边陪他这一切，而且是最后还是跟他尽释前嫌的，不离不弃的在他身边，然后最后握了那个手。我也都只能接收了。我是一个在这世上，我以为都是我发号施令，其实我都能接收的。OK，
各位观众朋友，不知道下一次我们合体是什么时候吧？这个小云跟关山，这个小关，这个关小，到底会持续多久？还会再见面多久？我们还会再有更激烈的争执，或者是更好的爱情，或者是复合，或者是我要靠山，还是要靠海？靠海。我一直觉得小云应该是一个，我很幸福啊，靠山面海。应该是一个幸福的花东、啊、花东小孩了，靠山面海，非常好。下去就有冰箱，上山又有野味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这么高调？难怪我爱你。哎，没有啦。